第十九题，下列日常用品何者可使广用是指呈蓝紫色？广用是指呈蓝紫色，表示呈碱性。柠檬汁是酸性，可乐是碳酸饮料呈酸性，而牛奶也是微微的酸性，只有氨水是碱性。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何者可使广用是指呈蓝紫色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氨水。